Các vị đồng chim, đại gia hô. Trung Hoa Hi, quan điều lần trước kỳ tham gia à hết chị lắm, à hậu bị à chị cả mua mua, à cô, xiao này này, hoa chúc chị. Ta cái cá đi cố trọng thế này, hô à mô à. Chế tự chỉ chứng minh ta cái tham gia là nè hy vọng à có khá chứng ca因为必须得用橄榄高带每一个高级班的动心拢爱介绍人来上课，爱有这个责任感。咱起码拢做电脑来记录呢，大家唔知知啊，唔知啊。介绍人什么人？阿伯也要分配官位啊，来查看卖呢，看下着这个规矩啊无？啊，那无下规矩，啊，都较办只混饭嘛。安尼有公平啊无？绝对透明、公平啊，公平的做法。外口讲啊，咱无什么公平啊，无什么啊，迄类迄种胡白讲，咱拢足透明的，所以。必须得用交代，咱有两个目标，这两个目标，尤其少年人，恁的责任还足大嘞，一定爱甲恁的同学介绍来遮上课，佮甲恁的同学讲什讲什么，讲叫因来办。身份证，这拢是100%正确的代志。我确定啊，用 PowerPoint 实物上的证明给大家看。我讲的话绝对啊100%正确，我袂使胡白讲。啊，爱给大家了解，我哪会要叫少年呢？尤其是啊，咱现在这期的同学，回去在学校爱传播出去，爱甲讲予大家清楚。那恁咧办同学会，有要邀请我去，我也足欢迎我去参加，因为安怎？安怎讲？我伫大学里面，拢咧教研究所的学生，啊，咧啊，甲大学部的学生，但是有诶同学会啊，较无要邀请我去啦，是安怎？啊，讲老酷酷啊，但啊，跟我们的思想差了一截，所以因为啊，同学会啊，较袂邀请我。啊！那早期啊，我爱甲你讲，早期有空中啊，迄、那个广播学校啊，成立专科部门，有啊无？有。我拢坐飞行机伫台北，拢去花莲上课，上到半年啦，啊，因为都爱。迄阵啊，都要华联成立啊，空中商专的教育的推广，我派去啊，去啊上课啊。咱坐了飞机就咧坐，伊个扑啦扑啦，哭哭哭哭，啊啊去到遐，有个人，我讲，哪会爱为台北来上课？啊，迄阵啊，我。
差不多几半年的时间啊，拢啊，迄、那个返校日变数的时候啦，我就坐发电机出差去飞去啊，花莲上课。那花莲迄阵啊，拢无大学，一时成立一个啊空中啊专科学校。我是我第一线的啦，现在来遮啊，我那拢咧做第一线的啦，所以大家足清楚，我第一届的学员啦，甲大家拢是同学，好大家了解吼，我第一届，所以要甲大家讲，大家爱足有信心的，赶紧动员，比如甲咱讲。四千名，咱爱拍拼做个到。那四千名做到啊，咱个要求。安尼，因为美国有咧做，有诶美国讲啊，你敢宣布就好啊。啊，那伊那较紧甲你宣布，啊那从啊做啊伊拉克安尼乱糟糟袂安怎？伊拉克。因已经占了后，伊入去，甲因个有关单位拢撤销，啊，则心里啊，把美国啊住在美国华盛顿 DC 的民政府搬回去，啊，那些民政府啊，他们没有信念啦，回去有诶部门拢撤销，换新人。乱糟糟啦，所以美国有受到这个教训，特别甲咱交代四千名，安尼有简单啊无啊？大家爱斗拍拼，因为另外算徛伫第一线，这四千名甲达达到啊，其他咱。一定甲美国讲，第二个条件是啥物？大家唔知知影无？四十一万啊身份证，啊希望啊大家我认真来拍拼，我来创一寡资料，莫讲我教授讲的拢嘴角真破啊，全破啦。啊，讲的无影无一只啦，我拢要用啥？实际的代志，的 PowerPoint， 互恁去了解。啊，这就是讲，大家来参加，愈少年，咱希望也较大。先要介绍咱的主张，高级班的学员，你来去甲人讲。讲恁有啥物主张？咱有四大点的主张，咱一定啊根据啥国际法。所以秘书长定来甲咱讲，那其他的人咧甲咱讲啦，伊无咧照这个国际法律啦，因为咱根据国际法律反对美术有诶。啊，机构有的啊，机构啊，伊讲讲插这个美军的啊，美国国旗啦，因就认为讲啊，因就是啊，国际法律，这是代表美国人的。啊，有一本日本旗啊，无啊，这足重要啦。老日本旗啦，这实际上咱。因为是比较日俗啊，这大家爱足清楚，所以咱是唔是要建国，也无要独立，也无要自治，爱让大家了解。外口会讲，咱属于美国的就好啊，日本的卖插伊，无这个代志。美国咧啊，执行
啊，是在伊咧来执行时咧领导世界，伊是跟我根据这个国际法，啊，爱予大家知。所以咱是啊，遵守到国际法，包括万国公法，啊，甲国际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啊，流亡政府。伊足惊就惊啥？足惊就咱遵守啊国际法啦。所以咱甲亲啊伫遮已经啊两年外无代志，我第一届啊，大家算算咧。我坐计程车来，计程车司机讲啊，我知影。伊看到咱这个徽章啦，伊讲你要去带啊，安尼。伫高铁坐计程车，凡是有诶学员、学员则来读册、则来进修诶，毋知啊。恁诶，咱诶同心啊，介绍来买一个徽章，叫伊家己去坐计程车，因就讲啊，我知啊，恁要去带啊，啊，真诶足方便啊，啊，我这是。补充啦吼，因为我坐正计程车，伊甲讲啊，你甲这个徽章，我就知影讲你要去带啊。啊，遮安尼有历史啊无？所以爱予大家啊清楚哈。啊，咱无要使用暴力甲武力。有诶，甲咱讲，遐个台独大佬，讲咱都爱。啊，准备一挂啊，这个武器啊来冲，伊安尼咧甲咱讲啦。我看敢遐台独大佬敢应敢敢冲过？无啦，拢叫少年的冲啦。啊，枪拿来叫少年的冲，去叫少年的去甲开枪。啊，你也去安怎？遐台独大佬遐拢走了了。迄天要发生的代志，拢走诶味，这我也毋知啊。啊，这是啥？咱一个啊，江苏来遮甲咱讲，咱就足清楚啦。啊，那我安尼讲，大家就了解啊。迄阵啊，讲爱穿啦，遐台独大佬穿甲穿穿咧，讲少年啊，恁去甲帮哦。迄天，遐个土头拢无出现啦。安尼，要是啥？死导游啦，毋是死兵刀啦。大家发枪哦，所以咱袂甲大家说，咱爱使用暴力，啊，不使用武力，也袂叫大家去枪。咱是要叫大家。赶紧介绍来遮受训，咱大家拢是革命先行者，咱大家拢是革命先行者，啊，不是啊，迄个做啊，烈士啦，不是革命烈士啦，所以爱予大家清楚哈。啊，咱啊，第四点啊，咱对这个殖民。啊，政权呐、啊，啊，这里、个、做推动的是啊，不合作，绝对不爱参加中华民国办的选举。是安怎讲？你参加伊的选举是延长他的寿命。恁台湾人啊，得去投票率啊，得70%啦，啊，算起来。实际上，你是帮助流亡政府把他的寿命延长了。恁家一个邓一票，你了偌济？你知影无？了偌济？安尼偌济？无。震动，过领几年？
四年啦，啊，四年都要两百块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个人可以话者三十啦，啊，所以讲你去登一个票，啊，你要话者，啊，实在世界上无这个投票的方法啦，因为国民党惊到啦，赶紧设一套，大家有糖啊糖吃，来参加选举的人，我有吃到甜啦，啊，选到后甜，无选到达到的门槛后甜。安尼，什么人无爱来选举啊？都、就是要维持他的政权的延续，所以我自参加了后，秘书长安尼讲，无爱去投票，啊，我都无去投票。但希望大家我去了解，何以迄个叫做投票率？降低到50%以下，咱也要甲，你讲啊，美国讲根本人民啊反对这个流氓政府啊啦，这那是一个指针啦，吼、哦，一个啊指针，希望大家爱了解，咱来修复啦，尤其高级班的同学。拢爱家己讲以身作则啦，吼、哦，一定爱家己做到。啊，串来劝告啊，咱的亲戚朋友、较至亲的，拢叫伊过来。吼、哦，啊，这是我伫遮，我要甲大家拜托的代志啦。啊，我即摆要过来啊。了解，头拄啊，我甲你介绍这两支旗啊，所以咱台湾的土地啦，都、就是天皇啊，日本天皇所有啊，唔是日本政府哦。希拉蕊伫钓鱼台的时，伊安怎讲？讲钓鱼台是日本政府啊管辖。所有权他不表态，所有权是什么？都是日本天皇啦。啊，这个大家都足清楚。来这受训的高级班的动心，一定要了解。日本政府跟日本天皇是两回事。啊，日本政府。甲日本天皇两回事，因为安怎？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都讲甲足清楚，所以要予大家了解，咱来讲，咱除了美国国旗以外，咱也是爱有日本旗啊。咱这个土地所有权是。日本天皇的，这乃是美国甲咱讲的，咱无遐搞，吼、哦，因为美国伊话根据啊国际国际法，哈、啊，万国公法啊，甲战争法，旧金山和平条约讲得很清楚，为什么？中华民国的大学法律系、法律系，甲公共政策学系，无要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啦，故意把它忘掉。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国家4月7日叫做什么节？愚人节啦，啊，那个日本天皇公布啊实施是4月1日，4月1日的实施都是用骗的啦，骗的更大，
就是流亡政府。伊讲光复节，头拄啊，秘书长也讲到，哪里有一些讲光复节？恁去想就好啊。美国来甲咱轰炸，啊，咱迄阵啊日本，啊拍输，啊咱讲叫做啊战胜国啦的词啊，战胜国回归中国啦，咱迄阵啊是输呢。因为阮老爸我叫奥多桑，阮老母我叫卡加，啊，讲我是中国人，我所以莫名其妙，啊，无嫌我同意啊，讲我是中国人，像这款阮的年龄的人，感受足大的，真正感受足大的。拢骗的啦，安怎拢骗的？主管徛伫台下顶讲一套方法，落楼啊卡，乌白来乌白做，甲伊所讲的对袂起来。这就是咱现在社会的乱象。希望咱高级班的动心，一定要有这个啊觉悟。咱一定啊要把这个乱象、把咱骗这个观念啊，心口不一致的代志，一定要把它清除啊，铲除。阿拜，咱的官员。心口一致，一定对我们未来的啊下一代啊创造更好的啊环境，给他们啊更好的教育啊，使啊台湾的啊人民过得更好啊，更的啊过得更有骨气。咱即马出去，下车恁排啦。秘书长讲啊，我为非洲回来，实际上我拜六才到位。啊，因为出去无遐多啊，希望早一天咱提到美国所发的旅行证件，咱就会使啊去多一个国家。现在咱足歹运的啦，我讲一个简单的例，早期咱啊提流亡政府的 passport 去南非外面签证，你即马啦。提流亡政府的passport 要去南非啊，那是爱签嘛？嘿，安怎讲你知影？中国讲，咱建交，中国甲南非建交啊，啊，中国要入去南非爱签证，啊，台湾以前免签证，啊，台湾是阮的一省啊，啊，中国爱签证。台湾免签证，流亡政府的话免签证。伊讲安尼袂使哩，中国讲台湾甲阮同款，所以台湾话爱签证。但是签证无收钱啦，咱因为予南非来啊，无收钱啦。所以讲，这要甲大家讲，所以实际上流亡政府。那中国啊，无咧甲你信啦，伊我讲啊，讲遐好遐好，啊，这都啊，甲咱讲得足清楚。这个是虾米？这唔是我讲诶，以前国安会的秘书长，伊安怎讲？少数人的决策一错再就是一再犯错，是安怎犯错？
他心里面没有想要照顾真正的台湾嘛，他已经被回归啊嘛，啊，这是弟兄就是安尼嘛，伊重点讲不出来啦，啊，重点讲不出来啊，但是这就是别人讲的，啊，好大家了解，啊，这也是同款，这是什么？咱开钱买呢，挂些什么国旗啊？因为美国甲咱讲，军队，阮来控制就好。哎，直直咧发生啊！啊，这就是一个例子。有诶讲啊，咱乌白讲，这证据给大家看，是毋是美国咧控制啊？流亡政府诶军队啦，新德。新德啊，迄、那个叫做啊，咱迄个叫做啊，因为新竹啊，在啊，在2200公尺啊，迄、那个叫做啊，乐山完全美国啊军队在那边操作，啊，这大家上网去看啦，啊，因为。PowerPoint 我应该有吼、哦，可能是顶个顶一期的，会有做啊，像这个时间啊，我有 PowerPoint。啊，咱即卖吼，我看时间上的问题啊，咱即无爱予大家看啊，迄、那个有做影片啊，我就是要甲你讲，我感谢三立。有来采访，但是伊甲咱讲家己制作的，哎呀，做新闻证啦。啊，我要甲大家证明讲，咱这唔是家己制作的，啊，是安怎？美国制作，咱甲三立 complain 讲，这个身份证啊，是我们为啊。收起来以后送到美国，美国制造这个晶片，这有没有证实？咱顶回四月啊，27日去美国啊，因拢家己有这个啊感受到啊，这我来 PowerPoint 和大家啊了解这里。哎，咱这咱华府访问成员现身说法，我有这个影片啊，因为时间上的问题，我影片我无爱予大家看。今麦过来，佮证实一些啊，迄、那个2010年6月29日。因为签署了和解了，国军共军是中国军，这也不是我讲的，这退休将领啊讲的啊，所以啊，迄、那个叫做左营基地啦，左营啊，海军啊基地啊，迄、那个都例外啊，好啊，这样啊，让大家知影这里，这个问题让大家去思考。为什么国防部下令要把这个国徽这发令机这啊拢删除？大家去思考啦，那这个国家安尼是不是要走路啊？思想就好啊，家己的武器，家己的国徽啊，家己的部门。下令拆除，想这个问题啊，是什么原因？啊，要走路啊嘛？哦，啊，秘书长也讲过对吧？啊，我这有影片，啊，影片，咱这回时间实际上啊，秘书长有超过时间啦。啊，我原早我准备影片要给大家看，啊，就是因为时间上伊。
要好，大家知影就好啊啦。这金门最前线，阿伯要做啥？啊，要撤军。啊，因为金门妈祖的人要去美国啊，美国人因就是中国人，因未使写台湾，因是金门妈祖，所以金门妈祖是中国的什么？领土嘛，以及啊，因的领土就是啊，永久不可以分割嘛。所以起码必须听我讲，起码唔敢讲台湾是他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啊，如果因要讲就是金门、马祖是他们不可分割的。现在伊起码改口讲台湾就是他们的核心利益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大家。我足清楚，我拢有 PowerPoint 啊，有电影迄、那个啊播放，咱时间上的问题啊，因为真啊是删除啦吼。我有甲讲要一挂通信啊，要互来报告的吼啊。头拄啊休困的时间，老宣布台北这个地点，大家好好啊抄起来，好好啊甲抄起来。那有南部的朋友，住伫台北的亲戚，拢叫伊来吃啦。我今仔日坐高铁来的时啦，啊，我身上啊拢有准备一挂，我现在印一千张分了了，可能我还可印啦。我这张啊。有台湾各地的地点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大家会使抄起来，啊，打电话予你的亲戚朋友，叫伊来遮啊了解，吼、哦，咱来这那通啊有，吼、哦，啊个啊这拢会使啊，若要爱遮我的资料，拢会使去遐。啊，东路啊，过来啊，咱彰化，咱台中州啊，彰化办公厅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拢有住址电话啊，过来咱啊，云嘉啊，台南啊，就是啊，云嘉啊办公室吼，伫、哦、嘉义体育场边啊，过来。啊，咱有台南州，就是阿边啊饭店，啊，较早阿边啊饭店的，即马就是咱的啊总部伫遐台南州，啊，过来高雄哦，伫这个鱼仔市啦，人讲鱼仔市遐较简单吼，啊，伊只要电话吼，智利路啊387号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宜华通。这我还要补充一下，哎，这个对面啊，警察局呢，警察局的总局呢，宜兰警察局总部呢，啊，设在他的对面，啊，若要拆早就拆了了，当然，啊，哪会无来甲咱拆？咱尊重国际法，伊绝对无法度来甲咱干预。好、哦，这爱了解，好、哦，这个就是过来啊，玉里哦，玉里哦，啊，这个那玉里哦，会去哈、哦，啊，这大家就是要让大家了解，所以讲要甲大家讲，拜托，第一件叫来办身份证，好、哦、啊。这以后大家拢会感受到，吼、哦！啊，第二啊，除了办身份证以外啦，啊，过来叫来受训啦，吼、哦，叫来受训。啊，其他啊，历史上的根据啊，我都歹阁讲啊，吼、哦！啊，这拢是讲假啦，吼、哦！啊，秘书长啊，
讲过，只能挂美国国旗啦。那个记得电见缅甸挂美国国旗，下骹才插这两支，迄、那个伊这是战区呢，投降典礼呢，才这两支旗啊，吼、哦，车联牌的旗啊，啊，这叫做光复节啦，吼、哦，全部拢是骗的，吼、哦、啊啊，这大家会足清楚，吼、哦、啊，咱来去遐，所以。这张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吼、哦！啊，这是实在啊，习近平讲要去买台湾啦，啊，因此嘛，哪拢这个发表，吼、哦！啊，你看这支旗啊，甲这支旗啊有共款哦。伊讲因要做民政府啦，啊，流亡政府讲要做民政府，阿爸要用这支旗啊，这支无去啊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大家敢会知？大家若唔知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会知影未？这美国做代志拢安排了，要叫因去平潭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从这吼、哦，要了，让人知影，伊即卖啥？讲啊，台湾是我们的家园啦、啊，啊啊，中国即个讲啥？讲台湾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啦、啊，拢斗扛啊，斗好好的啦，骗台湾人的心啦，安尼大家足清楚。希望秘书长交代的代志。啊，也希望大家啊，爱记在心里，爱完成，叫大家来参加受训甲办身份证。今日就感谢大家来，啊，我希望大家做到依照秘书长的交代，完成这两件代志就好。感谢大家。啊，咱下课啊，伊啊吼，加加起来面顶，好、哦，谢谢，感谢。没话。请各位好玩家伊啊收起来桌顶，啊收了以后，请顶落去楼卡翕相。